Hello， 萨瓦迪卡，我是丁丁。今天我要带你们去曼谷的市中心氧吧咖啡馆吸吸氧，喝一杯好喝的咖啡。其实，在曼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，并不乏这样的花园餐厅和空间设计极为自然的咖啡馆。工作日的午后，随便找一家喝个下午茶，实在是太松弛了。这个餐厅的一半采用了透明的玻璃幕墙，玻璃的外面则是各种绿油油的植被。用餐的同时，就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天然的氧吧之中。好吃吗？这家的咖啡用的是中度烘焙的豆子，食材的新鲜决定了一份简单的蔬菜三明治口感上乘。这份牛油果 omelette 是我给牛奶糖点的，所以没有添加任何的酱汁，但就这样简简单单也非常好吃。建议你们可以来他们家吃正餐，因为每一道都很好吃。我们正聊着天，餐厅里就准备起了晚餐用的鲜花，超美超美的。